王維嘅詩好少，好似老將行咁樣嚇，即係咁樣，好少呢種風格嘅詩啊佢。咁佢嘅詩，即係人哋話，即係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啊嘛。但呢首咧，即係好多句咧，好出名嘅，即係覺得好得意，即係咁樣，即係寫一個老將嘅胸襟，嗯，係投影落去，即係呢一個自己嘅遭遇上面，即係大家知道，即係王維後來又蝦咗大鑊噶嘛，嗯。即系安禄山，安禄山就即系投安啊，即系有嫌疑投安。咁后来咧，即系佢就话，即系佢嘅即系表象，佢嘅忠心，有首诗表象佢嘅忠心，先至甩咗嘅。即系以佢嘅诗名嚟讲，就系咁样。咁呢个系一个形壁词啊，用形壁词嗰首诗嚟到证明。佢係即係清白嘅，對唐朝咧係忠心嘅，即係爭啲咧就大獲咗，即係身敗名裂嘅。呢首詩係咁樣啦，即係少年十五二十時，步行奪取胡馬騎。呢、這個少年十五二十時，即係講到後生嗰陣時，步行奪取胡馬騎，就係講李廣嘅故仔啦。李廣其實第一次同埋呢個衛青地分五將出賽嗰陣時。這個匈奴是集中全力打他一個被人捉了，後來搶了那隻胡馬走了回來，射殺山中白額虎，肯數葉下黃蘇兒。這個山中白額虎其實是周柱的故事，即是三害，就是這個白額虎，這個橋底的蛟龍和周柱自己，即是都是英雄事蹟，和李廣即是平明夜引弓，林暗夜驚風，將軍夜引弓，平明尋白羽，沒入石靈中，肯數葉下黃蘇兒。黃蘇兒就是曹操最好打的一個仔，咁呢一個贈白馬黃彪就有講啦，任城王君就係講佢啦，即係呢一個係因為係毒死佢，人哋話係曹丕毒死佢嘅，即係食早。是一個有七月以白馬王還國，後有詩以二王歸返，道路而二叔子以毒恨之，即是贈白馬王彪講的任城王，就是這個黃蘇兒。咁呢兩句好，跟住嗰兩句好英雄，一身轉戰三千里，哇，六族奮戰三千里，一劍曾當百萬師，獨對一百萬人，係咪？漢兵奮迅如霹靂，老騎奔騰為疾嚟，即是講呢個打仗嘅時候。其實咧，呢一個去到大，如果大家有睇漢武帝講嘅嘢咧，完全係漢武帝國講漢武帝嗰、那個嗰個電視劇講嘅嘢咧係錯嘅。其實就係咧話匈奴嘅兵器比漢朝嘅兵器好，就係錯嘅。點解呢一個霍去病能夠用一萬人嚟到中橫咁遠？就因為佢哋啲兵器係渣過我哋啲兵器好多。嗯，即係佢哋射箭咧就犀利。但如果一近身搏鬥咧，佢哋啲兵器咧就崩噶啦。呢一個係呢一個橋錯講得好清楚，即係匈奴嘅長處喺邊，我哋嘅長處喺邊。因為佢哋嘅練鋼術係渣過漢朝好多。哦，如果一短兵相接，佢哋嘅兵刃係即係斷嘅。當堂匈奴嘅兵唔夾得劍嘅，唔夾得劍嘅。佢話漢兵奮迅如霹靂啊，但係老騎咧，佢喺室咁樣衝落嚟咧，奔騰為疾嚟，即係喺地下嗰啲鐵疾嚟啦，即係愛嚟。我嚟阻住嗰啲馬蹄嘅嘢啦，即係咁樣樣。最近我睇咗《成吉思汗》，即係咁樣樣。咁就即係佢唔明白，即係其實騎兵最大嘅好處，成吉思汗能夠天下無敵，就係因為佢話使用運動戰啊。嗯，唔係在衝鋒嘅刻，而係在佢嘅機動性，嗰度嗰啲兵嘅機動性。衛青不敗由天行啊！李廣無功袁素基，衛青從來都冇打敗過，真係。但係咧。冇人覺得即係衛青係一個最偉大嘅將領，即係咁樣。即係覺得佢好彩啫，覺得佢係好彩嘅啫。但係李廣無功，我哋講佢幾次啦。袁素基基即係單數，即係如果我哋求籤，即係卜卦嚟講，單數係唔好嘅，即係所以素基就係咁樣解。自從氣志便衰扭，世事蹉跎成白首啊！好啦，冇仗打，咁啊退休咯，退休咧就頭髮都白曬。昔時飛箭無全目啊！呢個一個典故，射箭射左眼就左眼，右眼就右眼。今日垂楊生左手啊！而家其實咧就風濕病，即係左手咧都唔係好喐得。路旁時賣故後瓜，門前學仲先生柳。講自己心態調整。秦朝嗰陣時亡咗有個人，
係封原本封侯嘅，就喺個城門嗰度賣瓜，即係變咗一個你一個由一個將軍變成一個普通人嗰個心態，調整呢個心態。先生劉當然就係講五柳先生咧，即係呢一個陶淵明。嗯，好啦，咁個局勢一轉喎，又要再寫翻佢出嚟。蒼茫古木連窮巷，寥落寒山對虛有。喺個窮巷蒼茫古木度住，對住個寒山，虛有係個窗望住，好寂寞，好寂寞嘅時候咧，就變啦。原來咧邊關喺度打仗，勢令疏勒出飛泉，不似詠川空使走。這個呢個咧派要派兵疏勒呢個。由疏勒出飛泉，呢、這個係咪西藏誒呢、這個西域地方？不似詠川空使走，詠川咧就係、是、指呢一個灌夫，灌夫馬佐啊嘛，即係呢一個當時呢、這、一個灌夫係支持呢個竇英去鬧呢一個田憤啊嘛，結果咧就係、是、冚家鏟咗，結果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灌夫呢個人就係咁樣，呢、這個灌夫馬佐飲醉酒就鬧呢個田憤。田憤就是皇太后嘅細佬嚟噶嘛？呢個當堂係大鑊，即係咁樣樣。因為竇英咧本來好早就做到三公，田憤係佢門下之事嚟嘅，奔走有如呢個指責。後來咧呢、這個田憤咧，佢個家姐做咗太后之後咧，佢就做咗太尉，你知唔知啊？調翻轉頭咧就恰呢一個竇英，就要搶佢啲田啊嘛，要搶，竟然要佢將嗰啲田送俾佢啊嘛。竇英發脾氣，咁呢個詠川擺酒嗰陣時咧，這個灌夫咧就借罪去鬧呢個田憤，結果咧就害到連竇英都被斬首於西市嘅，即係呢一個係因為呢個皇太后絕食啊嘛，即係漢武帝都覺得唔應該殺竇英，但係呢個皇太后話我喺度，你哋都咁對我嘅細佬，我死咗之後點啊？佢就唔食嘢，咁呢個漢武帝焗住咧，連竇英都斬埋，灌夫咧係滅族嘅，即係咁樣。河南山下震如云，雨盖飞驰日直闻。呢、這个所以话河南山其实喺河套嘅，所以话呢个满江红咁可疑就咁解，即系岳飞唔会即系打呢个金人就唔会打咗去河套嘅，即系呢一个，即系河套系中国好重要嘅一笪地方，即系话呢个黄河百害为利一套，即系最肥嘅地方咧就是、河套一个大草原。中國強的地方的時候呢，那個長城呢就在河套以北的，就叫外長城。一不夠人打的時候呢就縮回來河套以南，就是完全是被動的。如果河套一在遊牧民族手上呢，中國呢就很被動的，其實就是。河南山呢就在河套。節始三年暮年少，诏書五度出將軍。一路呢就請啲後生仔嚟到做兵，但是呢將軍呢就要找回一個有經驗的。咁呢這個呢就好似英雄本色咁啦，即係話攞返到戰衣出嚟，是佛鐵衣如雪色，撩字寶劍動聲聞。夜晚拎住把寶劍喺度舞，你知啦，即係相傳呢個寶劍劍氣可以上動星神㗎嘛，係咪？願得燕公射大將，此令月甲明吳軍。呢、這個燕公燕國嗰啲公呢就是、出名犀利嘅，即係可以射對方嘅大將。就唔好逼令越甲我嚟同燕公相對咧，就即係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南方嘅甲，但呢個就指外族嘅甲，即係唔准能佢能夠逼近京師，令到皇帝咧就聽到呢啲越甲嘅聲音都唔啱嘅。上言昔日雲中秀，猶堪一戰立功勳。即係呢個雲中秀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講呢、這個咩嗰陣時候講過，即係呢一個。滕王阁序嗰时候讲过，呢个冯唐即系呢一个冯唐二老吓，冯唐系云中秀，即系咁样样。咁呢句几句讲呢首诗咧，就因为咧有几句咧系好有型噶啦，即系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，汉兵奋迅如霹雳，老骑奔腾为疾嚟，卫青不败由天行，李广无功袁素基。咁同埋呢兩句呢啲人呢成日都引嘅，大家應該記住，就路旁時賣故侯瓜，門前學種先生柳，即係呢個典故成日都用嘅，呢兩個典故成日都用嘅。咁同埋呢一、這個呢兩句呢，即係是佛鐵衣如雪跡，撩字寶劍動聲聞。你諗個白頭將軍攞返一套鐵甲出嚟，拆到佢立令，又夜晚喺度練劍，個劍氣係直衝雲霄嘅，
係咪即係非常之有型，同埋呢就寫一個老將嘅心理，呢首呢就係代表作。都喺王維嘅詩入面呢好少見用風格。好少見用風格。以前我哋睇閒日嘅好即係好好田園㗎嘛。即係好少見有一種咁嘅咁豪邁呀，或者即係講即係戰爭咁。我諗佢咪個心境轉變㗎嘛，即係佢差啲俾人話佢係呢個。唔係佢呢個要表忠，寫出嚟係表忠。即係已經即係仲有呢、這個，即係佢話老當益壯，寧知白首之心；窮且益堅，不墮青雲之志啊嘛，係咪？但係佢阿王維咧，佢呢個出事嘅時候咧，佢其實咪俾呢個安禄山嚟即係俘虜咗啫嘛，佢唔係真係有心去投靠安禄山嘅。即係係好難界定嘅，其實係呢樣嘢係。點解咧？唔係你話俘虜咗，咁你俘虜咗嗰陣時候，即係你有冇同佢一齊，即係出席宴會，你有冇俾計嘅？即係呢個真係好難界定嘅。就係先我士大夫，你同佢一齊飲酒都掛得嘅咧，因為死不食不食周粟大佬，喂蘇，即係要絕食嘅，應該安禄山嚟就應該絕食或者自殺。安禄山擺酒喺迎壁祠，就係佢有去啊嘛。咁呢件事已經水洗都唔清啫，係咪咁啊，蕭生，即係你對王維佢一般嘅詩，你個評價係點樣？唔係王維出名就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咧，即係咁樣，就係即係描寫景物係，即係好好，即係嗰個人哋話寫詩咧，其實咧嗰個景啊係乜嘢嘢咧？由景中咧又要見到有情，將你嘅心情係同嗰個景互相結合咁樣，然後先至高嘅。王維咧就是、比較咧。就係、是、呢、一方面嘅長處，同埋但係佢啲畫好少傳世，其實大家要知道點解佢啲畫好少傳世，唐朝嘅畫都非常少傳世，因為唐朝嘅畫呢，唐同埋以前嘅畫呢就係、是、用絲綢嚟到畫嘅，用白嚟到畫嘅，用嗰啲白嚟到畫之後呢，即係佢用絲嚟畫呢，就慢慢揼佢嘅，揼到佢呢平到好似鏡咁樣喺上面畫。咁呢一種呢係好靚，但係呢原來呢幾百年就碎咗嘅，擺得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唔擺得耐嘅，所以唐畫到今時今日能夠存在，已經係無價之寶。但係我哋可唔可以透過譬如東敦煌嗰啲石刻呢，或者即係石上嘅呢個 fresco 嗰啲咁啲咁嘅壁畫呢，去睇返當其時嘅風格？即係而家所傳，我知真係冇 original， 即係而家有嘅都係多，其實呢即係冇本冇本唐畫，全部唐同埋以前嘅畫呢冚棒係值得懷疑嘅。張大千所傳嗰幅晉代嘅畫，即係同埋嗰陣時嗰啲人畫畫呢就唔興提名嘅，冇提名嘅，同埋呢就算提寫都係寫兩個好細嘅字匿埋嘅啫，喺宋朝後面呢先有提名，先有留白。